共鸣。转发的背后是代表我想讲的话，完播的背后是不枯燥有趣，所以有趣有价值好玩。那么你把这套内容做出来之后，你的品牌就开始进行传播。所以天网打造的是传播的问题，内容短视频加直播，直播间也需要设计内容。网打造的是什么？人网打造的是私域，精准用户的运营，核心的目的是产生复购或者裂变，老带新，理解这个意思吗？这是人网的核心。所以地网呢，地网是来做转化的，做体验的，做成交的，未来一定是这样子。这个逻辑其实很简单，成交的本质是信任的变现，大家认不认同？就是客户不买你的产品，有可能不是因为不需要，而是还不信任。那我就问你，信任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很多人说信任的本质是专业，不对，信任的本质是时长、时间。用户不给你足够的时间，你连展示专业的机会都没有。举例说明，你跟你老公相处了20年，左手摸右手，已经没有爱情，但是今天出现了一个6块腹肌，很帅很养眼，哇，你瞬间就喜欢他和爱上他。但是遇到事儿的时候，你愿意信任他还是信任你老公？你还是信任你老公吗？对，尽管你跟你老公已经左手摸右手了，你们之间可能吵过闹过，但是好歹你们相处了20年，你们彼此一定是有信任。这个信任是什么？不是因为他高，不是因为他帅，不是因为他有6块腹肌，是因为你相处了20年。所以听懂啊，信任的背后是时间。各位，所以天地人网的逻辑是什么？高频次、高维度、多方面的去触达用户，跟用户短时间内建立超强的信任。